王伟老师呢，他不仅为大家塑造了非常多的经典荧幕形象，比如说《亮剑》里的楚云飞，还有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吕布。那其实张光伟老师呢，同时也是一名导演、制片人，比如像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，还有《红旗漫卷西风》等等影视佳作，也是非常的深入人心。那现在说到美丽的陈伟老师，那他是中戏八五届的五朵金花之一，那同样也为大家带来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，比如说《青春之歌》里的林道静等等。啊，说到这儿呢，我想再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大美女，张光北老师的宝贝女儿张思乐。她是一个非常可爱活泼的女孩，那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。那张光北老师一家的家风是生活有爱，德艺双馨，那在影视圈也是非常非常公认的模范家庭。没错，其实呢，模范家庭可不是浪得虚名啊。来看一下哈，你看还有全国五好文明家庭，不是最厉害的，你看看中间那个奖杯，中国演艺界十佳模范夫妻奖，没错，而且还有第四届演艺界中国十大孝子，掌声送给他们，一家三口人的幸福写照。